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，创建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红军根据地，打垮了蒋匪帮的一、二、三、四次围剿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。可是，汪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推行者们排斥了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，篡夺了红军的指挥权，推行了一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，其结果是不但没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，而且把根据地几乎全部丢失，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，于是只好突围，举行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。你们宣传队有伤亡没有？小苏负了轻伤，胡贵宝牺牲了。老林，这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，伤亡太大了。营长，教导员，我们一连只剩下30多个同志了，我们机炮连也只剩下30多个了。啊，他娘的，人是昨天的人，枪是昨天的枪。昨天打胜仗，今天就打败仗。是，哎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那时候有毛主席的领导，路线正确。可是现在，我们不仅是不会打，连走都不会走了。看看。不停脚的走，还走不到40里路。哎，我们从瑞金突围出来2个多月了，日以继夜的死打硬拼，把7万多红军呢拼得只剩下3万多人了。哎，王德强到，扔掉。他们说这是印票子的，是宝贝啊。哎，扔掉。王自强走，把东西扔掉，打仗去。是，扔。是。
命令你营要死守住渡口，掩护大部队过江。什么？都三天三夜了，后续部队还没过完呢。机关大，东西多，走得慢呗。哎，营长，营长，敌人又攻上来了。上，走。冯莲，那边，快跟我来！打！炸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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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泰山营的阵地永远是泰山。啊！哥哥，马营长负伤了。营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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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马，老马，同志们，情况非常的严重啊。看样子我们全军都被包围了，如果不马上突围。营长，营长，营长，老马，营长，老马，营长，老马，老马，营长，老李，赶快去找毛主席，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革命，挽救红军呐。赵志芳到，你带上一连，赶快去找毛主席，把我们这里的情况向毛主席报告。是。向毛主席问好啊。老李，老罗，我营长，老妈，老妈，报告，命令你营一要死守住渡口，二要组织突击队摧毁敌人的炮阵地。谁的命令？上级。哪个上级？还不是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推行者们。毛主席，快来挽救红军啊。老马，营长，营长，老马。
主席，我们想念你呀。教导员，这是敌人从飞机上撒下来的，蒋介石的手令。蒋介石的手令。蒋介石害怕毛主席回到领导岗位上，重新指挥红军，把他们全部吞吃掉，所以他们妄想在我们去和二六军团会合的路上，把我们消灭掉。可是。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推行者们，硬要我们去钻敌人设下的口袋呀！老李，老李，敌人有一个师的兵力在向我们逼近呢。教导员，敌人的重炮短阵地，炮口对向的我们呢？我们连子弹打光了。老李，我们被包围了。你看，这里一面靠水，三面受敌，根本不适合防守。赵连长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咱们要赶快突围去找毛主席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就是，还没有突围的命令。嗨，怕什么？只要能挽救红军，就是把我轻臂连行。对，同志们，有好突围，突围，突围，站住！这，这，哎，毛主席。赵连长，赵连长他们回来了！赵连长回来了，快快！赵连长，见到毛主席了吗？见到了，见到毛主席了。毛主席好吗？好，很好。好啊！毛主席刚开完一个重要的会议，重要的会议。对，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，毛主席力主暂时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，迅速转兵，甩掉坛坛罐罐。甩掉笨重的行李，甩开敌人的主力，向敌人薄弱的遵义地区前进。好，好，好，太好了！毛主席的主张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、朱德总司令和大多数同志赞成。少数人因为形势所迫，也只好同意。这就是说，撤销了王明机会主义路线推行者们的错误命令。是，太好了，好啊！毛主席。回到领导的岗位上来了吗？那我们营的任务是，毛主席命令我们泰山营为全军突围开路。好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命令。对对对。哦，这是总部的郑参谋，郑参谋，李有国同志，这是毛主席送给你们的指北针。毛主席指北针，指北针。有了它，我们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。同志们。为全军突围开路，向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前进。
怎么都不睡觉啊？啊！老李，今晚上怎么都不睡啊？你不是也没睡吗？哎，也睡不着啊。同志们都在想念毛主席，等待党中央会议的消息，真盼望毛主席来领导我们呢。是啊。还记得井冈山上的那首歌吗？南瓜塘来福江，五星毛灰闪金光，闪金光。连着一声铁脚板呐，铁脚板呐咿呀子喂，跟着毛主席天天大声唱哎，大声唱哎，大声唱哎。看见遵义城明亮的灯，就想起了井冈山的瓷瓶，在那山坡坡上茅草蓬蓬里，通夜透射出明亮的灯光，毛主席就在那灯前写呀写呀。毛主席总结了革命斗争的经验，驳斥了机会主义者的谬论，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，缔造了一支强大的铁的红军，天天打胜仗。哎，现在为什么天天打败仗？这就是路线问题。在望洋滩，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，才甩开了敌人的主力。如果毛主席不掌舵，没有正确的路线，我们还会走上望洋滩的道路啊。老李，你说这次遵义会议能战胜机会主义吗？毛主席能回到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来吗？能。那赵世芳他们去执行警卫任务，一定能见到毛主席了。是啊，多幸福啊。会议开得怎么样？不知道。老吴，这怎么唱？哦，这样唱。哎，教导员来了。哥哥。嗯。老李，老李，来坐坐坐。哎，你们也没睡啊？是啊。哥哥，同志们都睡不着啊，都在等待党中央会议的消息。党中央的会议已经开了几天几夜了。是啊。亡命机会主义路线的推行者们还在坚持错误。教导员，教导员，副营长，侦查员报告，蒋介石的主力又追上来了，离我们前哨部队只有30里路了。怕什么？打！对，拼了！拼！7万多红军拼的只剩下3万多人了。目前只有毛主席才能扭转局势。同志们，同志们，我们要求毛主席领导革命，统帅红军。对，教导员，那写封信吧。写封信吧。写封信吧。快写吧。中央，我们泰山营的战士
要求会议批判王明机会主义路线，要求毛主席指挥红军，要求毛主席回到革命航船的舵位上。对，说得好，叫毛主席掌舵，赶快送去吧，快送去吧，送去。好，我一定把信送到党中央。哎，对，好，好。同志们，天快亮了，大伙抓紧时间休息。是是。怎么样，累不累？不累。快，你们快啊！哎呀，喜子！哎，快！来来，红军同志，大娘，大娘，大娘，可叫我说什么呢？天这么冷，你们住在外面，不行啊！走，快进屋暖暖吧！啊，红军同志，快进屋暖暖吧！走吧，走。大娘，我们的伤病员已经住了老乡一些房子，怎么能再挤你们呢？亲人呐，我活了60多岁，还是头一回看到这样好的军队呀！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军战士，是穷苦人的子弟兵啊！是哟，是哟，同志们和穷苦人是心连着心呐。对，说的是啊。毛主席来了，大救星来了，我们这里真像是换了一个天，换了一个地。嗯。那个杀人不眨眼的狗地主二阎王逃跑了。嗯。穷人直了腰，这阴乎乎的天也见了情。对呀，对呀。昨天大土豪分东西了，分给我粮食。嗯，你们看，还分了衣服。哦，这是我的孙子，叫钱贵喜，参加了红军，就在你们侦察排当战士。对，是他们家的少年家的。这是我儿子，叫钱玉雄，当上了赤卫队长。红军同志，钱大哥。钱大哥。这是我的侄女，叫王桂香，也当上妇女主任了。红军同志，大娘，坐，哎，坐一旁。行了，坐，坐吧。行啊。这一天你们住在外面，叫我怎么不心疼呢？同志啊，我们这地方的穷苦人叫军阀王家烈、狗地主二阎王折腾的少吃没穿，烧了锅开水，快喝上一口暖暖心吧。啊，大娘真好。同志们，红军和咱穷苦老百姓是一家人呢，来喝碗开水吧。来，喝碗水暖暖身子。好，再来，少这么一锅开水。好，不能这么说。来来来，近点。喜子，喝吧。喜子，给你。哎，大牛，来呀。谢谢红军同志，喝吧，喝吧。甜的，甜的，甜的。连长，这是姜糖水。是。大娘啊，你们的日子过得那么艰难，哪里来的姜糖啊？哎，不瞒你说哟，眼看就要到年三十了，我把家里下蛋的鸡卖了，买了些姜糖，准备过年呢。喝吧。就和我们穷苦人一块儿暖暖心，过个快乐年吧。大娘，喝吧。同志们，喝，喝，喝吧。教导员回来了。救援回来了！救援回来了！救援回来了！
老李，信送到了吗？送到了，我在遵义城见到毛主席了。见到毛主席了，太幸福了，太幸福了，太幸福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同志们，同志们，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胜利的闭幕了。会议批判了王明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，确立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，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。得救！毛主席万岁！毛主席万岁！也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。嗯，毛主席有什么指示啊？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，蒋介石是个卖国贼，不打日本帝国主义，打内战，全国人民把抗日救国的希望都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，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威望，毛主席就要率领我们跨过万水千山北上抗日。北上抗日，那我们现在的任务，立即出发西都赤水，甩开敌人的主力，在运动中消灭敌人。同志们，我们又要打大胜仗了。乌云散了，太阳出来了，毛主席又掌舵了。这样说的好啊。同志们，唱一个井冈山的歌吧。好，南瓜糖了吧，前面就是我们牵着敌人的牛鼻子转了两三圈了，这回他又来了吧？来了，可是掉队了，三天掉了200里。嗯，到了赤水河边了。哎，怎么连一个敌人也没有啊？他不是被我们用绳子牵在了后边了吗？哎呀，老把他甩在后面，我打谁呀？拳头痒痒了，毛主席亲自指挥，我这浑身都是劲儿，这一拳能打死一头牛。别急嘛，甩开他是为了消灭他，放长线钓大鱼。嗯，你对了。报告，上级命令你们马上照原路返回。是。二娃到，叫赵连长和王连长到这里来。是。小马到，原地休息。是。报告，报告。上级命令我们营马上从原路返回。啊，河西面有敌人一个团呢，我们一口就能把他吞了吗？执行命令。是是。哎呦我的妈妈呀。同志们，打大仗，原路返回。走。出门打，下雷天，独军战士推平船，挥起一双铁脚板，牵着敌人鼻子转，神机妙算赵敌兵，打他一个歼灭战，歼灭战。好啊，好啊。同志们，飞起铁脚板，牵着敌人的牛鼻子转呐，把敌人拖垮。
原地休息待命。是，原地休息。哎，老李，这你看着，这边通遵义，那边通贵阳，上级让我们在这儿待命，我看呐，准有新任务。新任务？嗯，可敌人已经被我们甩在后面了嘛。吴队长，哎，老罗，你们来了，你们走得真快。发的什么传单？什么传单？这卷红色传单是宣传我们的俘虏政策，这白色传单是打下贵阳城，活捉蒋介石。什么？蒋介石到贵阳了？蒋介石是听毛主席调动的，现在我们正好缺少枪支和弹药，他这个运输大队长啊，给我们运来了。同志们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？听到了。这回咱们是又吃肉又啃骨头了。哎，对，咱这次啊，可要打个大胜仗。先别胡说嘛。谁胡说了？是该打的时候了。这回啊，你听我的没错。你看这传单写的什么？打下贵阳城，活捉蒋介石，这几个字我还认得的嘞。你看吧。我看呐，运动战，运动战。不把敌人运趴下，我们不干。哎，已经运趴下了，该打了。报告，上级命令您立即回公遵义。是。怎么？贵阳不打了？那这传单，这是为了迷惑敌人，叫敌人乖乖的让我们牵着他的牛鼻子转。可牛头在贵阳，我们一刀砍不下牛头，可是一刀能砍掉他的牛腿啊。哦，对，这是毛主席的调兵计呀。嘿，这就和在井冈山的时候一样，这就叫声东击西，先砍牛腿。同志们，回公遵义。是。我们的队伍又打回来了。好，指挥所移到前面去了，我走了。好，孩子，你快去。哎，乡亲们，配合红军消灭白匪军，冲啊！快！秦连树，哎，小周，你快去告诉乡亲们。就说毛主席的红军又打回来了。哎，乡亲们，红军回来了。给你把这个切到那边，把桶给我用用。给我一点，我到那边贴去。好。小泽，快，铁亮，走，看看去。怎么回事？红军同志。红军同志，不要紧，千万请你们受苦了。红军同志，大娘，请你们受苦了。红军同志，受苦了，乡亲们，请你们受苦了。可把你们给盼回来了。桂香姐，红军同志，他回来了，要我们快一点，上这边来。受苦了，乡亲们受苦了，同志，可把你们
给盼回来了，这不是凤莲吗？桂香姐，大娘，凤莲，我的好妹妹，可把你们给盼回来了。大娘受苦了，多么想念你们呢！桂香姐，敌人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了。二阎王真毒啊，谁家住过红军，谁帮红军做过事，都抓起来拷打。是啊，他们硬逼着我说出赤卫队湘主席在什么地方，他们吊打我，用辣子水灌我。桂香可真是个好样的，他一个字也没说。桂香姐，毛主席回来了，乡亲们，跟二阎王算总账的时候到了。给我一箱。好，给我一箱。给我一箱。乡亲们，配合红军消灭白匪军，活捉二阎王，冲啊！娘，孩子，娘，哎，你受苦了。孩子，别提了，快去打仗吧，给，不能让二阎王跑了，快快，快捉二阎王，快着点。这打他妈什么鬼仗啊！这是，哎呀，来来来，坐下，歇会儿。还他妈跑！何武，快跑吧，叫共军抓住就没命了。哎，我跑不动了。这些天以来，咱们让红军牵着鼻子到处转，从遵义跑到赤水河，又从赤水河跑回遵义，把两条腿都累肿了。看看，可不是嘛！弟兄们，快跑吧，快跑吧！你他妈的不快跑！快他妈！弟兄们，快跑啊！跑出共军的包围圈就得救了。哎，蒋总裁会从贵阳派兵来救我们的，快跑，这共军抓着就没命了，快跑，快快快快！弟兄们，咱们别跑了，别跑了，红军的传单上写得清清楚楚，交枪不杀，优待俘虏，红军说话是算数的，别跑了，别跑了，你们看呢，传单上写着呢，白军弟兄们赶快投降吧。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，你这这不叫你胡说八道。我想不跟你拼下来。不许动，不许动，站住不站，放下武器。弟兄们，快过来呀，快像我这样把枪举起来成两排集合。跑，走，快走，快！连长，连长，哎呀，连长，你听我说嘛！哎，报告，哎，这不是李指导员吗？哎，这是我们教导员。哦，李教导员，我你是？怎么不认识我了？我是何武，何武啊！你想想。在井冈山的时候，还是你发给我三个大洋的回家费呢？放了你，又给国民党当兵。哎呀，这叫我怎么说呢？李教导员，上回你们放了我，在家没待上三天，就又被他们抓来当了兵。我也是个穷苦人呐，谁愿意给蒋介石卖命啊？啊，他叫孙怀昌，是个何武。长官，别误会，我是个伙夫啊。他是个特务，蒋介石派来的情报处长。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呐！什么？别装了，你啊，他叫孔德富，是个师长啊。哦，不不不不不，他是个养马兵嘛。什么？不，长官，我是个军人，我承认，仗是打败了。最后胜负结局未定嘛。
难道站在我面前的不是两个俘虏？连长，你看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昨天下午，我们蒋总裁亲临贵阳督战，调动大军，将会把你们全部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你们被歼灭了。我们有几十万重兵，将会从四面八方赶来，把你们全部的包围住。蒋介石是听我们毛主席调动的，他这个运输大队长还算尽职的啊。我们国军天上有飞机，地下有大炮，而你们只有三万多人了。什么？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，不是武器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可是红军先生，这杀鸡的刀是宰不了牛的呀。先把牛腿砍断了，然后一刀一刀的割，不就方便的多了吗？我们确实被搞得像一条断了腿的牛。不成功便成人吗？成个屁！都他妈当俘虏了，赶快低头认罪，保脑袋吧。哎呀，阁下何必丧气呢？你们完蛋了！情报处长，别做梦了，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已经回到了统帅的岗位上来了。啊！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所向无敌，你们彻底完蛋的时候就要到了。天哪！天哪，难怪我们打败仗，他真是用兵如神呢。长官，长官，饶命吧！饶命吧！饶命啊！饶命吧！长官，把他们押到总部去。啊、长官，走！我有情报，我有确实情报。哎呀，快走吧！我有情报，我有确实情报啊！长官，李教导员，这回说什么我也不走了，我要参加红军，要报仇，收下我吧。欢迎你。哎，王连长，到，把何武同志编在你们连。是，大老王，那我走了。好，就把何武同志编在你们班了。是，何武同志，走吧。好，这下就好了，回班里去吧，我能报仇了。小马，到，告诉罗副营长，我到总部汇报去了。是，同志们，今天这仗打得好啊！好啊，这仗打得真痛快，这才叫打仗了。队长，这回可是又吃肉又啃骨头了吧？别气啊！哎，快！哎呀，哎，二娃子，哎呦，都回来了，回来了！这仗打得不错吧？不错。二娃，到！同志们都饿了，把缴获敌人的饼干罐头分给大家吃吃。二娃子，靠了靠了吧，朱队长。哎呦，哎，同志们，费娜啊，你也吃点吧。吃鸡蛋，哎，费娜吃鸡蛋。哎，二娃，快去，把我们的英雄赵志芳也叫了一块吃点啊。我算什么英雄啊？泰山营还有不是英雄的？你今天打得真好，动作快，冲得猛。来来来，坐下一块吃。王德强来，到。你今天是怎么搞的？动作太慢了。哎。我想慢嘛，我还恨不得跑到你前面去呢。嗯嗯，哦，你一会儿让我冲在前面去，一会儿让我多抓俘虏，我什么罚得快呢？哈哈，他理由还不少嘞。我早就说过，你是一阵聪明一阵糊涂，在战场上动作慢，说明你平时对部队要求不严。你要做深刻的啊，检讨，吃点鸡腿吗？你不是让我检讨吗？吃呗。以后。你看我快不快？嗯嗯，那以后试试看吧，试试看吧。嗯嗯嗯嗯，飞鸟啊，看看刚缴的。嗯，好，嘿嘿，坐下。哎，飞鸟，嗯，毛主席的这个打法呀，硬是好。嗯，牵着敌人的牛鼻子，转呐转呐，硬是把敌人肥的拖瘦，瘦的又给拖垮，最后一刀给他宰掉。嘿嘿，这就叫运动战，今后啊，再让我绕十圈，我也干。嘿嘿，干！哎，副营长啊，咱们还走不走啊？我看呢，不走了。哦，就在这儿建立根据地也不错嘛。哎呀，真不走了。嗯，走了。娘，二阎王给抓住了。
这个恶霸逼死我们多少穷人呢？是啊，打死他，打死这个地方，打死他，走，打死他，走，快走。罗队长啊，二阎王叫我们给抓住了，好啊！这个恶霸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这是个反革命头子，阶级敌人，罪大恶极，开个共审大会，呸！枪毙他！打死二阎王！枪毙二阎王！何解释？同志，开完共审大会就开仓分粮，烧地契。好嘞，乡亲们，走！好，枪毙二阎王！打倒二阎王！啊！开个总动员会，传达上级指示。好，这也挺有意思。老吴，同志们，我们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，不仅把敌人的主力远远地甩在赤水河以西，而且捕捉了战机，在遵义地区消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地方军阀的部队，共20多个主力团。哦，20多个团呐，太好了。好啊，蒋介石在贵阳是哭天叫地，也来不及了，让他招魂去吧。这是长征以来我们打的第一个大胜仗，这一仗不仅威震敌胆，而且扭转了革命的形势。嗯，这是遵义会议的成果，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啊！人是昨天的人，枪是昨天的枪，昨天打败仗，今天就打胜仗，这是毛主席领导的好啊！真是领导的好啊！嗯，路线正确，说得对。嗯，老罗啊，上级通知我们部队要补充。哎，啊，补充？人从哪儿来啊？坛坛罐罐和沉重的包袱甩掉了，中央机关精简了。哎，补充我们多少？80。哦，哎呀，我的妈妈呀！一下子就补充我们，从车队中再补充我们80，太好极了，28160。你们人可又多了，是战斗力加强了。对，是。同志们，老马牺牲以后，我们营一直缺营长，上级让我们总支考虑个意见。老李，我建议让赵志芳同志当营长。好。我赞成，我同意。我不行啊，由上级决定吧。好啊，咱们部队补充了，干部配齐了，这一回咱们是要人有人，要枪有枪，形势大好啊！这下就好了，形势是大好的呀。嗯，26军团也打了大胜仗，4方面军在等待着我们去会合。但是，两条路线的斗争，并没有结束。这一次我们虽然是打了大胜仗，但是从总的形势来看，还是敌强我弱。为了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，上级指示我们全军马上出发，再渡赤水，过金沙江，走彝族区，渡大渡河，去和4方面军会合，然后翻过雪山，跨过草地，开赴抗日的最前线。怎么还要走？走，真正的长征从现在才开始。走是为了打，也是为了将来的不走。哦，在运动中消灭敌人。对，为了打大胜仗，再让我渡10次赤水我也干。报告教导员，刚才在竹林里我捡了支钢笔，上面刻有孙怀昌的名字。这是那个特务逃跑的时候丢下的。怎么，大老王同志，你作战勇敢，工作积极，就作为给你的奖励吧。不，一切缴获要归公。嗯，说得对。大老王同志，这是毛主席的书，你为革命读书学习也是为了功啊。哎，哦，是。教导员，怎么让孙怀昌跑了？哎，这是谁看着的？这是我们故意让他去向蒋介石报假情报啊，说我们要返回湘江。哦，这也是声东击西呀。好，各连做好出发准备。是是是。
走，咱们到李教导员去。教导员，去休息休息。李教导员，听说部队要出发。是啊，乡亲们都要求参加红军呢。是啊，对呀，收下他们吧。十卫队是就地闹革命的种子。教导员，种子。赤卫队长，收下吧。谢谢，接着，是这枪在哪儿？周大娘，教导员，教导员，周大娘啊，小周，哎，娘，教导员呐，孩子，听说红军要开走，非让我来替他说说，要参加红军呐。教导员，你就收下他吧。收下我，大娘，你就这么一个孩子。教导员呐，你可不知道啊，孩子他爹给二阎王背了一辈子的盐，也没还清了阎王债啊。去年被二阎王活活的给打死了，二阎王还逼着我们娘儿俩给他干活抵债，我们孤儿寡母的。哭啊，哭啊！我爹也是让二阎王给逼死的，妻子他爷爷也是叫二阎王给折磨死的。奶奶，你们来了，消灭了白狗子，枪毙了二阎王这条毒蛇，为咱穷苦人报了仇，伸了冤呐！教导员，让孩子跟上红军，为咱穷苦人打天下吧！收下他吧，大娘，孩子还小啊，就留在你身边吧。娘，不不，孩子不小了，得二阎王他还是头一个冲上去的呢。是啊，孩子要求参加红军，他做的对，我不留他。教导员，你就收下他吧。收下他吧，我求求你了，大娘。孩子，我们收下。小周，哎，就在营部当通信员吧。哎，娘。小周，大娘，你老人家就放心吧。哎，放心，放心。这太好了，小周。报告，教导员。好，赤卫队长。哎。党给你们派了一个干部，这是张德明同志。张德明同志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啊！这是毛主席写的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，这是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》和《游击战术十六四绝》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有了它，革命的种子就会开花结果。嗯，教导员。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呢？是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。再见面的时候，你们这里一定会有一支强大的红军队伍。嗯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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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乡亲们，再见了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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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老李，大部队
已经渡过了金沙江，毛主席已经过江了，周恩来副主席、朱德总司令也都过江了。好啊，咱们也走吧。等等后面的侦察部队。嗯，好，同志们，欢迎宣传队的同志唱个歌。好，来一个。对，凤莲，唱个当兵的新歌。好。昨天江北军多猖狂，今天交枪汉爷们喊投降。同志哥，你说这是为什么？哦，同志哥，遵义会议开得好，毛主席回到座位上呀嘿，身体表山表地兵，运动坚地为民扬。同志哥。是啊，遵义会以后，我们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，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，打了大胜仗。然后我们四渡赤水，转战庐江，佯攻昆明，把蒋介石搞得是晕头转向啊！在他还没有醒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渡过了金沙江。是啊，说的对。是，哎哎，回来了，王连长来了。教导员，侦察员回来了。报告，教导员，敌人被我们甩开了500里。500里，到现在还没弄清楚我们的去向呢。哎呀，我的妈妈呀！他要是不来，我打谁呀？不，会来的，不过他只能拾到一只破草鞋。就把他呀留在这儿吧。哟。同志们，过江，唱着歌，大踏步地走进彝族区。情报处长，孙处长，孙怀成，哪位呀？嗯，啊，王副官呐，一路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副官，电台放哪儿？往东里。是啊。哎哎，军座呢？来了啊。你来了啊！哎，就在这儿。哎，好，进来。哎哎，请兵。哎呀，哎哎，怎么？他妈的，混蛋！去！
啊！你是什么时候到这个地方来的呀？昨天。报告金座，真是不容易呀。我这次总算是抓住了共军的行踪了。在哪里呀？就在这里。是。不不，金座，不是不是不是，金座，你看，这是共军的一只草鞋。证明他们确实是从这里渡江了。过去多久了？七天了。什么？确实情报已经七天了。哎，这真是啊，主帅不明将士苦啊，棋错一招，满盘是输。哎，满盘输，你还确实的情报呢。啊，蒋总裁命令说，共军要打贵阳，我们就赶到了贵阳。是的呀。可是共军呢，却打了遵义。他妈一口就吞噬了我们20多个团呢。有什么办法？于是总裁命令，赶紧到赤水河去堵截。可是共军呢，却反渡了乌江。你呢？我有确实的情报。共军要渡湘江。金座，总裁就命令我们赶到湘江。可是共军呢，他掉过头来再渡赤水，直逼昆明。我们赶到了昆明，可是他却渡过了这金沙江。这想不到的事儿。而且就像是一只腾空而起的雄鹰飞了。哎呀，这也不能怪你我呀。我们就是这样，一直被共军牵着个鼻子拖过来呀，拖过去呀。你看看，肥的拖瘦了，他妈瘦的拖垮了，看这副狼狈相，溃不成军。金座，这一次是打败了，可是我们还可以组织部队继续围剿啊。还围剿啊？蒋总裁亲自布置的卷舌阵，不也一刀被砍成三截？我们40万大军合围，就抓了这么一只草鞋。金总，可是共军毕竟也只剩下3万多人了，他将会变成3万只猛士。那赶快围追堵截吗？来不及了，错过时机喽。要是毛泽东还没有统帅红军之前，我们还有胜利的希望啊。如今毛泽东又重新统帅了红军，我们不仅要打败仗，而且将要死无葬身之地。金座，不要过于忧伤。胜败乃兵家常事嘛。一败涂地，太惨了。那不要紧，损失了兵，我们可以再抓老百姓来补充吗？我的武器呢？武器，那不要紧，我们可以再向洋人去要吧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是说，这次战斗官兵是死了不少，可您是健康的呀。军座，您可真是洪福齐天呐。他妈的！报告军座，蒋总座电令
啊？念。是。共军已向川南地区进犯，急令你部与川军会合，务必围歼共军于川南地区，立即开拔蒋中正。好。传令，立刻向川南开拔。是。金座啊，金座，金座，金座，行行，金座，不能向川南开拔呀、啊！据我的确实情报，共军他不是开往川南，你是一个他妈笨蛋！不，走，金座，金座，我有确实情报，金座。金道，金道，我的确实情报，共军他不是开往川南。去你的吧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哎呀，你他妈才是笨蛋呢！上川南，你上川南见鬼去吧！共军已经进入彝族区了。小周，哟，快去把赵连长给我叫来。是。哼，你叫吧，我这拳头正痒痒嘞，只要上级的命令一来，我就揍你。报告，罗副营长，上级命令要你们阻止大道两侧的彝人，大队好通过。好吧，我有把握半个钟头以内把敌人全部消灭。还有呢，不许放枪，要放枪只能朝天放。这冲锋不许拼刺刀。把彝人吓跑，就算完成任务了。什么？首长说，中央代表和彝族代表正在谈判，这是民族政策，不能违反。是这样说的吗？是这样说的。哎，去吧。我还没说完呢。快说。首长问，这里有什么情况？哦，你报告首长，这前面有两个寨子，一个是前寨，一个是后寨，后寨没什么动静。主要是前寨的反革命分子，他控制住大道两侧的山头，他们只有二三百人，武器是火枪、刀矛、弓箭，步枪很少。哎，就这些。是。哎，哎，他娘的，快下来！他娘的，老赵，你说说看。打仗不许放枪，这又叫打仗。副营长，上级不是说过吗？西南地区兄弟民族多，我们要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。可我从来没有听说打仗只许挨打，不许还手。哎，哎呀，累死我了！哎，你们这是打掩护的部队吗？是，我们有这个任务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哎，你不认识我这小护士了？哦，小张啊。啊，有什么事快说。哎，我们院长让我来问问你，嗯，你们什么时候才能阻止住大道两侧的彝人，让我们好通过呀？哎，上级有命令，不许放枪，不许拼刺刀。哼，我现在还没法子打仗嘞，你们先在那边休息，等敌人自己退了，你们再过好了。哎，报告，那他要是一年不退呢？那你就等一年嘛，这是政策，不能违反。你这算什么部队啊？什么部队？你说什么部队？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泰山营什么部队？我现在很快的打仗了。你说什么部队？你说什么部队？你说。请告诉你们院长和伤病员同志们，中央代表和彝族代表正在谈判。谈判来，你们从那儿绕个道走，远不了几里路。呵，你说的轻巧，往哪儿绕啊？你们这里山高坡陡，我们那些诸葛亮的不能爬山，我们台担架都上不去，我们还有好的事儿没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去告诉你们院长，十分钟以后我把这铁路打开。嗯，好吗？只要是有把握，我们就是等半个钟头也行啊。嗯嗯。奇怪，
连几个疑人都打不了，还跟我讲林大套政策。去去去去去！啊，去去去去去！你吃了我啊！哼，疑人要是不退，一会儿我还得来找你。亏你们还要泰山营呢。毛丫头。嗯。老赵，到，你带一个排去攻占左侧那个山头，我在这里给你助威。咱们先摆个打仗的架子，放放空枪试试看，要是实在不行的话，那哎，你先执行去吧。是，保证不伤害一个疑人。这是打掩护的部队吗？你又回来干什么？哎，哦，郑丽啊，有什么事吗？我们吴队长和凤莲他们到后寨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，让他们跟……哎，老乡，好吧，我马上派人去侦查。哎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回去吧。小周，哟，叫王连长跑步到这里来。是，叫侦查员钱国喜来。是。好啊，前寨的打我们，后寨又裹走我们的人。哼，我得灵活执行政策，不准打死我抓活的，不准拼刺刀，我劈拳头。报告副营长，有什么任务？王连长，你来看。你带一个排，就把右侧那个山头给我拿下来。是，动作要快。保险拿下来，保险多得快。还有。不许放枪，不许拼刺刀。哎，这怎么干呢？这算打了什么仗啊？就这样干，大叫大嚷，往天上打几枪，找到打不着人的地方，扔几个手榴弹，冲上去把敌人吓跑了拉倒，明白不？不明白。这是政策，不能违反。就这么干呢？那敌人要是不退，要打我，我还手还不行啊？我伸长了脖子等死啊？你没有拳头吗？你不会抓活的，我说你这聪明一阵糊涂吗？去吧，你自己想办法。反正十分钟以内，我叫你把那个山头给我拿下来。是，哎，政策可不能违反呢。好吧，试试看吧。嘿，到这个地方打怪仗哦！你跟我发什么牢骚？报告，副营长，什么任务？陈国喜。早上吴队长和凤莲他们到后寨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，让敌人给裹走了。哦，你去侦查清楚，马上回来报告。是。枪向空中放。怎么样，这一次动作快了吧？有伤亡没有？打伤两个敌人，我们两个战士受点轻伤。嗯嗯，要是蒋介石的军队，我今天叫他一个也跑不了。嗯嗯。哦，反革命头子，哎，会讲汉话吗？懂不懂？哼，不懂。快放了我，快放了我，把枪还给我，你们赶快退出去，要不一会儿我们的人就会来找你们拼命的。哦，你会讲汉话。报告副营长啊，赵连长攻占的山头有丢了。什么？一人向我们攻来了，还拉着土大炮。通知部队准备战斗。是。王连长，到，把机枪搬掉了。是。副营长，山头我们占领了，你又丢了，要开枪就会有伤亡，不流血就不叫战斗。可是上级命令的精神是，现在是我下命令，我负责。副营长，我看这是一人空喊，不会攻上来的，还是放放空枪吧。
我没那么多的子弹浪费。报告，机枪到了。站在寨口，准备射击。是，站那儿，跟我来。不要打，不要打。机枪准备。是，副营长。枪，有，向空中放。是是。他们怕机枪，对，看你，老张，你先替我指挥一下吧，我的眼睛睁不开了。是，机枪哟，向前面没有人的地方打一梭子。是，听你声音。退了，副营长，啊，他们退了。哦，等一会儿他们还会来的。老张，你带一个排准备冲锋。是，注意。机枪哟，我们向敌人射击。是，副营长，我执行出击的命令，但是我建议还是不要向敌人开枪。赵志放，我说你怎么也一阵聪明一阵糊涂啊？敌人在没有放下武器以前，我只能把他当作敌人看。一连一排，哟，准备冲锋。是，机枪哟，我们射击。是，四合员，准备吃冲锋炮。是，预备，停止。老罗啊，让他们喊叫吧。这是刚才俘虏的吗？我活捉的。你受委屈了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就是前寨背枪的小头领，跟着他的大头人攻打过大渡河，对吧？对。你们是包了我，还是活埋了我，汉人！不，我们要放你回去。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，是保护受压迫民族的军队。我们为了北上抗日，路过这个地方，不在这里常住，不拿你们一针一线。骗人！你们汉人经常骗我们。不是骗你，我们是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兄弟看待的。你们是汉人，你们从来不把我们当自己人，你们把我们当野人。如果不把你们当成自己人，为什么我们枪向空中放，手榴弹向空地扔呢？压迫你们、屠杀你们的是国民党反动派，他们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屠杀我们的同胞，我们各族人民要团结起来，共同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啊。你想啊，连你们的大头人我们抓住了都不杀，何况你是个背枪的小头领呢？那你们真的放我回去吗？现在就放你。好，我走了。等等等等，他还有什么东西啊？步枪一支，刀一把，都还给他。怎么没有子弹呢？缴来的时候就没有。小周，有七两排子弹呢。是。老李，他是阶级敌人，反革命头子。嗯，我们这儿的情况他全都知道啊。放了他好吗？他越是了解我们多一些越好嘛。哎，收下吧。丢失了子弹，回去是要受鞭打的。走吧。谢谢你们。好人，我们是朋友了。等等，哎，佟小云，哎，老罗，他娘的，哎，
难呐，革命真难呐。我干了好多年革命，打了好多年反革命分子阶级敌人，今天他明明是反革命武装头子阶级敌人，为什么就不让打了呢？难道讲政策就只许挨打不许还手？打吧左了，不打吧右了，哎，糊涂喽。老罗呀，多少年来反动统治者挑拨民族关系，使彝人和汉人结下了仇恨，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去解除民族间的隔阂，把汉族人民和彝族人民团结起来，共同对付反动派嘛。嗯，老罗，嗯，替省赵志芳同志党营长的报告批下来了。好，马上向全营宣布。好。教导员、副营长，我刚才团部让我们七个干部开会，你们两个谁去？让老赵去吧。教导员、副营长去吧，我不熟悉全营的情况。反正你们两个得去一个，你们研究吧，我就宣布命令。老李，那彝人，老罗，在民族政策的问题上，我们可不要犯左倾错误哦。那回头再谈。副营长，去吧。帽子哪儿去了？在通讯员那儿。带我的。去吧。嗯。哎。呵，休息了。报告副营长，警戒都布置好了，同志们都休息了。哎，副营长，彝人又往后退了几步。哼，刚才我和指导员争吵了几句啊。为什么争吵？什么左倾的了，右倾的了？说谁说谁？你听我说呀、啊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刚才攻打前面那个山头的时候，一班个战士没向指定的地方扔了个手榴弹，打伤两个敌人，敌人害怕了，退却了。我们一起攻上山，不是还抓个俘虏？嗯，我说那个战士啊是正确的。对对。可是我们指导员说了。他说那个战士啊，嗯，打伤两个彝人，违反了政策，违反了你的命令的精神，是犯了左倾错误的，是非常错误的。你说指导员对吗？是非常错误的。嗯，是犯了左倾错误的啊，是违反了我的命令的精神。你们指导员对对，为什么对呀、啊？打仗就不伤一个敌人呢？哎，你现在先不要谈，以后再告诉你，好吧？你谈的到底为什么指导员对吗？总之，你们指导员是对的。为什么对？我现在没有搞清楚了。打仗不许打死敌人，可又叫打仗啊？哎，你们指导员还是对的。哎，你谈的到底为什么对吗？哎呀，以后再谈吧，真烦呢。好，不谈这个了，我还有呢。那你说，拿枪打我们的就是敌人。对不对？对，哎，哎，不对，不对，够了，等教导员来了，你找他谈去吧。我现在有点头疼。头疼？哎，是感冒了吧？我给你找个医生看看去啊。不要。那烧点辣的水喝好不？够辣的了。你喝过了？哎呀，我的妈妈呀！我现在要躺一会儿，你也去睡会儿觉。我不谈心里不痛快吗？我还有呢。好好，睡觉，起来再谈。起来我也不谈，我得叫队员谈。
什么？吓了我一跳啊！你这个家伙。哦，是你呀、啊。啊，生我的气了？谁敢生你的气呀、啊？有气，一会儿叫你给整的没气了。那咱们谈谈，谈谈。哎，你教育教育我吧。嗯，谈呢？把烟袋给我。谈呢？先抽袋烟再说。嗯，好嘛，抽着烟，一句一句的，慢慢的教育教育我。你这个该死的嘴呀、啊，我非给你改过来不可。嗯，嗯什么？说，老李，你要拿什么教育我，你就赶快拿出来，咱别拐弯好吧？那，你先说说看。好，我先说。嗯，受惊了是。好，哎哎，前面你也到了。现在，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，彝族和蒋匪帮、地方军阀的矛盾也超过了和我们的矛盾。因此，我们是能够争取团结他们的。哎呀，哪儿那么多的矛啊盾的，我搞不清楚。老罗呀，我们四渡赤水，甩开了敌人的主力，巧渡了金沙江以后，我们的目的呢，是要渡过大渡河去和四方面军会合。蒋匪帮估计呢，我们要走川南，可是我们呢？却找了一条近路，走彝族区。如果我们在彝族区一关一仗的打，那就会拖延时间，那么敌人的增援部队就会赶在我们的前面。如果用党的民族政策去教育兄弟民族，使他们不但不打我们，还给我们百战带路，使我们顺利的通过这里，抢先到大渡河，好不好啊？好啊，这就是政策的威力嘛。你不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，我们能顺利的通过这里抢先到大渡河吗？哦，嗨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这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文件上讲得清清楚楚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我还没看呢。老罗呀，我们可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的书啊。是啊，是要好好学习，改正错误，有错就改，好同志。嗯。走走走。老李，这是后寨的阿基老爹，这是我们的李教导员。阿基老爹，这是罗副营长。罗副营长，你着急了吧？现在不着急了。刚才是怎么回事啊？中央代表和彝族代表谈判成功了。哦，同志们，彝族兄弟不仅让我们借道，还卖给我们很多粮食呢。好啊，同志们，这是毛主席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啊！毛主席万岁！毛主席万万岁！
主席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，全军顺利通过了彝族区。好啊，同志们，现在上级命令我们泰山营马上出发，强行军140里，明天下午6点钟抢渡大渡河。是。